哇，好长啊，太厉害了，这么长一条腿。大长腿的夏天要来了。海洋的气息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就像咸蛋黄，全心投入你就亮了。大度就是不一样啊，六号桌，请慢用。大长腿的夏天 ，Are you ready？ 好吃，非常好吃。那有没有最喜欢的食物呢？是最喜欢的食物，所有辣，所有辣的食物都很喜欢。最不喜欢的食物？各种苦的。先享用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题的哦，我们一到十来形容一下今天的心情指数有多少？一到十，九分，留一分的期待。人生就像咸蛋黄，很多时候不是主角，做着一些别人眼中微不足道的事儿，但全心投入，你就会闪闪发光。您的咸蛋黄双虾争霸披萨，还有咸蛋黄鸡肉鼠鼠披萨，金沙记人气小吃拼盘，咸蛋黄芝士奶盖茶，咸蛋黄冰淇淋，请享用。蟹奴，这难道是遥控的吗？怎么还有一个？我真是醉了。总有些惊奇的际遇，比方说当我遇见你，有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梦里，我的爱就像一片雨，在你的天空无主题，多渴望化成阵阵的小雨，滋润你心中的土地。不管未来你怎么样，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。不管结局会怎么样，至少想念的人是你。我不
用什么才能把无处不在的呵护都给你。等等，你出门怎么穿那么少？最近天气转凉，出门别忘了保暖。这边请。秦大王，中央军官，秦大王，肌肉军团，金刚界人形小军团，秦大王，知识海洋，秦大王，军三到齐了。挺有意思的。哎，小龙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小龙。我想要给你宠爱，给你点份外卖。没错，即使是自己一个人，也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我给你点。他的资料我看了，这回这部新戏的女主角特别适合他。一旦开唱，就没有停下来的道理。这是龙湖戏院的规矩，也是我龙湖生的规矩。那是因为你现在有时差，等你下午的时候你就该困了。看你说的今天呢、对不起，我对电子机器实在太不敏感了，要不是我疏忽大意。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，你要的爱不归根结底还是怨我。而像个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